你说的这个生物能，是不是就是说，假设我肉身死了，生物能还存在的，是不是？是这个是吧？你说的生物能，就你，是啊，你那种能，你说生物能就是空性是吧？不是不是，比如说你进入一座宇宙场里面啊，你会觉得，假如说我看到很多东西，但是比如说很多物质层面，你也算物质嘛？假如你变成能量团的话，你这种能量的振动里边，就是说你这个能量团里边是生物能，是跟这个桌子的能量不一样的，就说它不是只是一种振动频率，它带着一种灵魂的东西，就是意识层面的东西。它有自主性，它可以交流沟通学习，这个能量是活的，就是这个光，包括一束光，这束光是活的，你知道，不是一个死的光，跟我们看见这个发电物质层面的光是不一样的。人身体的光是活的，可以交流的，你知道。那这个可以说太阳的光和我们电的光是不一样的。是的，太阳的光就是你只要你是你创造出来的，从电你发出来的这种光，跟太阳的跟太阳的光是不一样。太阳的光芒是可以交流的，它是生物的，就是它是活的，它有意识的。OK， 有自我意识的。是的，这个光是没有自我意识的。是的，就是这样。太阳是活的，你知道，太阳是活的，太阳是有生命的。那我的问题是，那人难道不能创造出这个？有自我意识的东西吗？人是很低等的动物，我不知道。人这么低等，我觉得很难创造出个什么好东西来。我真不知道他怎么创造，但我觉得人类的智慧本身就很低，他能不能创造出一个高智能的东西呢？不一定高智能吗？半人类智能也行。而且人类的想象力啊，或者如果只是在人道的话，你的想象力也是受限制的。别说你就是还有物质层面，你要把它做成物质，你的材料也有限，你很难难做到，就很难的。我对计算机不熟。那比如说其他维度的，比如说天人或者外星人，他创造了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。没见他们创造出机器人，人家不用机器人。或者不叫机器人，叫的是其他的人。人家没有，人家都自己搞定的，人家都心想事成，用动意识就一切成功了，为什么要用其他东西呢？就动一动一脑子就全成功了嘛，为什么要去其他东西来做事呢？为什么要创造其他东西呢？有工具的嘛，总是有工具的嘛。人家都是用光的嘛，不是有形的嘛，全是用你看不见的东西嘛。它是取能量，它直接取能量。老师，这个生物能不能转化成有形的能量？比如说电啊、能源啊这种。生物能一定是用意念的，就是说你的这个生物能是可大可小，这个生物能可以再生，可以神通太厉害了。这个生物只要有意识在里边，神通就很厉害。但是这个能量就是因为他那个认知才有局限性，他肯定有认知，不管他认知他是自我的还是他是别人，或者只要他产生了念头，他就有局限性，他就是可操控。其实他被他自己操控了，他只要有一念，他就被自己操控了。其实我们就是个生物能嘛，我们的生物能无处不在嘛，阿卡丽亚神通具足嘛，但是我们的念头把自己操控了嘛，局限了，你的力量爆发出来嘛，你比原子弹爆发的力量大多了，每个人，而且可以让一切再生啊，就是比如说植物啊，你可以让它生出来啊，或者是什么起死回生啊，就像其实这些都可以用这些能量达成的。只是我们被自己的意念控制了，我们用不上。你的念头很执着嘛，而且就是只要有一个认知在那儿，你就完，你就用不到这种能量。就用的很，那没这个认知的时候，用的很弱啊。没这个认知的时候也不会用、这个、认知是我吗？认知是我吗？你每个人都认知这是个我，完了。它就像空性里边，就像宇宙一爆炸呢，一刹那变成那个光子。其实那个其实生物能，然后呢，这个光子认为那就是我，完了，那个光子生生世世轮回了啊、嗯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你一直认为这是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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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你一直觉得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，不
管是什么，只要是能量，它还是有东西嘛，还是在有为的过去。我最大的力量还是真空，无为，你根本就摧毁不了它。你摧毁什么？它没有东西可摧毁，你是永远摧毁不了佛的真空，你只能摧毁它一个相，你摧毁不了它的本质上的东西。如果他已经安住在那个境自认知的境界上，你已经摧毁不了。他说的读取我们的源代码，每个人的源代码是什么呢？真空，真空拿什么来？每个人都是真空，拿什么符号表示都可以。真空它是你用什么符号？你是数学用零也罢，或者是用什么你都可以，可以做个代表。他在这上面，他也是用一个，他是。只要他认为他是个花子，那么就出花子开始一系列就出现。我们说真空就是嘛。我们说真空是原代码，或者上帝是原代码，所以他说是可以创造出上帝来。真空不在创造里边，真空不在创造里边，也不在毁灭里边。就是说，真空是只能在悟，只能有悟正知，真空就没办法修出来。就是说。所以最后你修定也罢，修啥，到最后真空就不可能修出来，只能是在某一个状态你突然领悟了，哎 ，OK 了，你就回归了，他就修不出来嘛。所以他不可能创造，也不可能通过毁灭达到，寂灭也达不到，创造也达不到，追逐也达不到。哎，就是说你唯一的入门的是不动嘛，从不动开始到定，然后呢，悟，只能悟。真空的境界你只能悟。他说你要有个创造，人类的意识已经走出去了，已经射出去了，已经在时空里了，怎么可能是真空？真空是没有时间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可能是回到真空之后再创造，关键是非要在这个位置。在做了佛以后，你不会创造的，主要是。你不是射空吗？是的，做了佛以后，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叫真空吗？当你在真空的时候。一切东西在那儿啊，因缘具足，一切都在那儿啊。它是缘具足，每一个微尘都在那儿飘着啊，那些东西都是空啊，不是它创造出来，是一刹那都在那儿，所有的东西都在那儿。只要缘具足，它就在那儿；只要缘具足，生生灭灭，生生灭灭，不断的在生灭啊。真空不是什么也没有啊。那个创造就是所谓实现出的一个相。不是，这个真不能讲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只要他讲，他演，他说这就是真空，肯定错。我告诉你，他根本就没办法演，除非他从概念上去告诉自己，告诉大家。